平时私底下，三个人应该经常玩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会不会玩像类似于真心话大冒险这样的游戏？很少玩这个游戏。很少玩这个游戏。对。哦，就是很多的时候，真心话对方都知道，不用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差不多这意思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不要让三位在台上玩个游戏啊？好不好？看看他们互相之间的默契啊！成军三年了，三年朝夕相处啊，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到底你们互相了不了解对方啊？在我们所有朋友的见证下，来看看你们的默契程度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游戏，请看大屏幕。游戏规则：一人面对大荧幕，二人背对大荧幕。大荧幕上出现的文字，面对大荧幕的一人按照题目下方的要求对题目进行描述，另外两个人进行猜测，猜对则得一分。首先猜出来的人和笔画的人调换位置继续游戏，如果两人在20秒内均未猜出该题不计分，继续游戏。游戏一共12组，共计12分，得分少于9分的则三个人一起接受惩罚。惩罚就是向所有四叶草撒娇，并说出一句肉麻的话。同意不玩游戏直接惩罚的请举手。你看看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啊，我们游戏还是要玩的，好不好？看看他们的默契程度。那听清楚了吧？谁先来？千玺吧，千玺先来。谁先来？那我先来吧。你先来啊，千玺先来。好，千玺面对大屏幕，王源跟小凯是背对着屏幕。我们来看看，音效老师帮我们来计时啊，最后20秒要倒计时，准备好 ，OK。不能说话，只能用肢体来表达这几个字。哎，你演给他们看。开始了吗？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嗯。啊，哎呦哎呦，哎，我也是醉了。你是不是作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一个动作就猜出来？好，得一分。第二题，哎，不能看不能看。哦，这个，是不是每天都这样？哦，嗯，吃药。吃药，这么快呀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我今天没吃药。好长啊，这些字。来，太难了。下一位。好，不能看，不能看啊！第三题。哎呦，这个你擅长啊，英文的。Thank you very much. Yeah. 原来你会成语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只能说明王源对小凯的嘴唇非常的熟悉。他嘴唇动一动，他就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是不是？来，下一题啊！不能看，不能看啊！来，下一题。哦，这句好长啊！来。你也可以用唇语。什么三个？什么三个？一般说什么三个？什么三个？啊？我们三个。啊，我们三个。我们。嗯、啊啊。然后呢？哎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friend 一，时间到。No friend 什么、啊？我们是同学，不是朋友。太长了。啊，太长太长了，来来来。来换一个，两位不能看啊！哎呦，青春修炼手册，错！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错！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耶！自己的歌要猜4次才能猜对，好，这位。擅长唇语的朋友，哎哎，用嘴唇，
用嘴唇。我这个我不太擅长。你可以用语言来描述一下，但是你的语言描述里面不可以有这几个字啊。来，我们给他一点时间，这是需要表达的。我说一遍，你们看知不知道啊？好，来来来，用嘴唇说，注意看。再夸张一点，夸张一点。这个说出来也不太好啊，下一题吧，下一题。等一下，你把它说念一遍，念一遍。你懂什么叫我爱你吗？我们这样三个人一起说一遍最后四个字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爱你妈妈。要不要把妈去掉啊？把妈去掉再说一遍，好不好？我爱你。下一题，赶紧，可能接下来还有更劲爆的。反正结局肯定是要接受惩罚了啊！哎呦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只有学霸才可以。哦，圆，哦，千玺企图用一个非常猪圈式密码专业术语的啊，你说什么？他说一个圆。圆啊，圆周率啊，圆周率，派，3.14159216358979332383141528327938375462581371658138 我后面写个错了，我们一起来喊一声学霸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你是不是七字七啊？好神奇啊！王源，你来试试看。3.14，你就记住3.14。好，还有吗？再来一题好不好？再来一题，谁来猜？大梦想家。一个梦飞出了天窗。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。不对。没有。啊。一个梦飞出了天窗。你有没有爱上我？确实，默契十足。我们还有题目吗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五题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赶紧，谁来？准备好，请听题。我怎么感觉来到了高考的现场呢？来，哎呦，这一看平时学习啊，要不要换学霸？这个就是20位以后的，我不知道他们俩知不知道。哦，没事，你说说看。语言表达可以，但是不要把这几个字说。刘绿亚，加盖，还有后面还有三位。刘绿亚之后是什么？就没了吗？没背过。对啊。刘绿，我猜你们应该也不知道这个。刘绿亚。时间到。加盖纳美吕。加盖纳美吕。啊？后面他是盖后面有三位。我全忘了。我还记得不够。啊，你就是专注于背圆周率是吧？专注背圆周率啊。好，来下一个。
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语文考场。如果能重来，我要选李，我要选李白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思故乡啊。好，文科比较好，来下一题。日语等于 wait。日语等于 wait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下一题。哎，为什么我的？哎，我为什么你的都那么诗情画意？我也搞不懂。对啊。只要你出来，就是一定是那种表白的。啊。你不要害羞啊。我念一遍，看你们俩猜不猜出来。好，又要开始专注于唇语了啊。开始。啊，看着他嘴。要不然你凑近一点看，凑近一点看。我觉得他们俩猜不出来了。这样你说出来告诉大家吧，这句话是。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。你要深情一点，深情一点。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题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题，来。哦，没有了。好 ，OK。那反正我是没记他们刚才有没有超过九题答对，只有七题啊。我们要不要惩罚呀？啊。我们反正也不是特别守游戏规则，我知道各位啊。那今天游戏的惩罚刚才也已经说了啊，三位都知道。来，向四叶草撒娇，来，舞台交给你们啊。一个一个来，啊，要一个一个来。哎，我们一般顺序都是从左到右，对不对？从左到右。我吗？王源先来，你站到舞台中央。面对你走过的全世界，用最肉麻的一句话跟他们撒娇。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好了。啊，就这样了吗？嗯。你没有撒娇，撒娇应该有肢体动作的。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好扭捏啊，大家说过关吗？你听到的是不过关还是过关？我没听到第一个字。要再来一次吗？你就大方一点好不好？刚才还是有点扭捏，我们站到中间大方一点啊。来，一二三。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哎呀，好了吧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小凯，平常我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啊。肉麻的撒娇，我真的不会撒娇哎。哎，或者你不会撒娇，你就告诉他们，希望他们放过你不就好了吗？对吧？这也是一种撒娇啊。希望大家放过我好不好？我觉得你要教他那个动作，希望大家放过我应该是什么样的，王源？动作。啊，动作。啊，希望大家。再来，过关吗？主要你刚才前面那个标准太高了，太肉麻了。安静，来。你是怎么老自己笑场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觉得很羞耻。不要乱用词，我觉得很害羞。好，来。一二三，希望大家放过我嘛！
这个可以吧？最最大底线。全场的朋友回他，我一辈子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圆周率高手，江湖人称3.14，3.14喜。你懂什么叫我爱你吗？肉麻吗？刚才两位都撒娇吗？哎呦，你懂什么叫我爱你吗？这个我都看不下去，真的。你也看不下去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也看不下去这个。你觉得他刚才哪里不到位？从他的，我觉得他的身体不够柔软，然后话语不够细腻，不够浪漫。哎呦，这个点评很到位啊！身体不够柔软，身体柔软要像王源这般的柔软，柔软的瘫在了地上，对不对？话语不够细腻，不够浪漫。你可以把你刚才背的那个圆周率结合进去吗？这没法结合吧？可以啊，比如说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，你就是我全世界的原点，我围绕着你出发，从3.14这个，哦，是不是？哇，高手！哥哥是过来人啊，来。你懂什么叫我爱你吗？这个游戏不是为我跟千玺设计的啊。哎，那这个就不应该玩游戏啊。那应该怎么样？就直接惩罚了，因为我们还有歌想唱啊。哦，对，玩游戏是看你们的默契，惩罚呢是满足大家的欲望啊。好了，那其实我觉得这3年来，TFBOYS 的成长离不开所有四叶草的宠爱，所以接下来有一首特别的歌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把舞台交给 TFBOYS。